谢，对不起。这不是你的错。你今天哭了吧？看着眼睛肿肿的。没有。西，我想问你，我还能在这个家住下去吗？或者说，这个房间，这张床，还属于小西米的妈妈吗？从进这个家的第一天起，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克制，克制自己不把这里当家，克制自己不要习惯这里。因为这些不属于我，所以我不能多看一眼。可是奶奶太好了，你也太好了，所以我就有点贪心了。其实我特别害怕，害怕自己一觉醒来就要离开这里了。别难过了，要不然你不好看了。奇怪，我怎么觉得我的手空空的，好像少了点什么。陈嘉欣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要贪心一点，好好享受领导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让你流泪了。